家好，我是雨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很懒，就穿了运动外套，然后戴了眼镜就来拍影片。那这不是重点，今天的重点呢是这个。这个是我在虾皮上买的补光灯，就是你们常常看到一些美妆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 YouTuber 会有那种就是环形灯，那种美妆补光灯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开箱这个啦。对，热腾腾刚收到的，它应该也是从中国那里寄来的，但是因为我是从虾皮买，好像就不太需要再付那一段，就是像淘宝一样的那样子的。那它这个有一点难开。打开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包包，就是环形灯的那种包包，在这里，然后里面就没了。打开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它里面就是一个环形灯，我订的是背面是粉红色的这种款式，然后是12寸的，然后。它旁边有一个小袋子，灰色的这种，可能是防尘袋之类的。打开里面是这个，应该是变压器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这个是云台跟那个脚架，对，可以架相机或手机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它的线插头，对，因为之前我有先问过他说台湾的电压 O 不 OK， 然后卖家是跟我说可以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，就是放在那里架住的这种。然后旁边就只剩下一个脚架了，对，这个箱子里面就只剩下这个脚架。它这个脚架是120公分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组起来吧。它是写 DC， 然后24伏特，然后我这个再接这个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孔，是刚好对这里，这样插进去，然后我再把这个去接我的插头。天哪，超亮哎！这是怎样？超亮 ！Oh my god！ 它这个超亮，我有接错边吗？就是这边，这个亮的应该里面要超、它可以调亮度啦，是吗？对，就它有橘光，然后亮的、白光、橘光，然后这里是那个灯的大小，这样是没有灯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慢慢的一点点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这是最亮。哇，好酷哦！我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把这里夹错了，这样子才对吧？应该把这样，就是这个在后面才对。我猜啦，我也不确定。啊，好酷哦，超酷的哎！好，那我等一下把它架在这个镜头的后面，让你们看一下效果。这样子是没有打光的状态。对，我脸看起来就是因为我背景是紫色，所以整个脸看起来是比较偏。那现在我把灯光打开，然后现在是我把灯光打开的状态，就是我的头发就是比较变成咖啡色了嘛，对对，看起来就是比较亮。然后如果我再调，这样就变更亮，对，这样子是更亮。然后再打，这样子更亮。再橘一点点的话，会变成这样。这样是橘一点点的光，对，然后我再把它调亮一点，这样超级亮。我现在是从这边打光过来，因为之后我会把这个相机架在这个补光灯的中间，下一部影片之后你们应该就会有所感觉。对，那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整个脸比较白呢？因为我现在在室内，然后
我也还没有找到我之后要拍摄的角度，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还在一样的地方。大家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你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想要持续追踪动态，到我的 Instagram 跟我的粉丝专页喽。那我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